到了，是 Oliver 的朋友。我把车带去给他装箱。原本收纳起来的时候，大小就是这样。I'm never happy it seems, but you put my heart at ease when it's crashing like the seas. I know I'm hard to believe. 好啦，装箱完毕，我要退回家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妹。现在四点多。你有骑过自行车吗？啊，有，这我有骑这个车。啊，大概多久？你十年？我骑多久？十年了。十年高吗？可以调高，可以调高，尽量高。尽量高。会太高吗？太高，太高。好。我就是，就是不会日文强哥，勇敢。这台车叫 Focus。Focus OK。And then。And then。它是什么？
Shimano 105。一零五，哎，你的大盘好大哦，这多少？这523，5236。5236，这样你有没有其他新手？不会。可以吗？这个尺寸就要试试看，正在 try。大家现在在试明天的车。强哥，强哥你要干嘛？调一件，调一件。你去看看小弟。小弟可以吗？令闪可以吗？令闪可以。明天休闲期应该 OK 的。可以，不要霸凌我。你们小弟。对。明天要跟我们一起骑，明天要跟我们一起骑，期待，不然去吃晚餐。大家好热情，外面现在几度？8度吧。我里面穿一件短袖，有点冷，穿一件短袖。我们现在有点冷，但是后来我一直走。晚上的街道真的是挺不错的。来，阿强，你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到。我们现在在餐厅，发现很好玩的那个啤酒。开始。哇！哦天哪，他会倾斜耶！他好贴心哦！哇，这个泡沫算准准的，来，喝一口，味道怎么样？我要把这段录下来给你看。对，兰妮说，那个测试看到你骑棕色之后就把你列为偶像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竟然可以没有骑车就可以骑到我们棕色。你看棕色，绝对不让伊娃看到车尾灯。好哦，在玩命。你可以吗？慢慢骑啊，可以吗？现在已经够慢了。快了，虽然还没到国小，虽然好像还没到一半。修养，然后第一次付出，然后我就收集2个粉耶，欢迎收集2个粉丝。现在要配着我单车进房间，来看看我们的房间啊，这个电影。等一下，这也太大了，我一个人呢。市长这样，哇！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大家晚安，来。OK， 我刚才在冰箱开了一瓶水，然后接着我发现他要收费，300块日元，折合大概100块台币。大家记得进房间，记得看能不能喝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要先去昨天租车的地方去签其他人的车。好冷哦，现在6度。哎呦，两位摄影大哥的车。阿强，介绍一下你的 Birdy。怎么样？它是小红 Birdy。听说今天只有5度。6度。6度，在国外这样子。对啊。只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对。讲话听不懂。讲话。今天要跑7-8个点，然后总长大概30公里，非常轻松。他边骑车边看松冰寺，冰松寺。你这是电动车吗？对啊。怎么可以骑电动车呢？好啦，你是摄影师。好啦，摄影师有原谅。对。好啦，可以。可以骑骑跟你换一下。unagi pie factory， 全部で大体50km。差不多50公里。ブレーキ？还有啊，刹车的地方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！哦。左右不一样。OK。耶，在冰冻室骑车。过年会挂的。类似贴春联的概念。
到车就想往右边靠。哎，这边绿色的线怎么了？附近有学校，然后限速30，所以我以为是单车道，结果不是，它是那个让汽车限速的线。原来。比较安全，所以才我们才可以从这边骑骑逆向，因为汽车也可能那么慢救不了我们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才能一直逆向啊！我刚才就默默地说，怎么办？他也太强了吧，带我们还一直逆向。前的铁路，以前真的是铁轨隧道哦。大五六路跑步的男人，好惨哦！哇，好大的路啊！太鸭子了，太惬意的。那不是鸭子，那不是鸭，那是什么？水鸡。是吗？嗯。对，骗你。听说这边春天的话都是樱花，在下可以看到。哇，富士山，富士山啊！摄影师强哥，这样很容易爆胎的强哥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最高纪录你就是一天可以骑一次车可以爆几条？两次吧，对，还好啊，两次啊。无人贩卖所，对，无人贩卖所很可爱哦，把钱投到里面去，去买回去好了。哭了，他不能跟强哥玩这个，他很认真，他好快，他没抽奖，我们都知道强哥很快，强哥很快，强哥好快。你追不到，抓到了，换你当鬼。Maybe I'm completely crazy, but so in love with me. 闻到味道了。美的最爱，来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吃了不会后悔，因为真的非常美味。它里面就有鳗鱼，然后吃起来有幸福感，你们俩吃吃看。我每次来都一定要买。我跟你说，像什么东京 banana 然后北海道恋人啊，全日本都买得到，甚至台湾都买得到。但是这个只有在静冈买得到，因为北海道买不到的，一定要买。太说服了，我们买，我们买。好，一支两块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夏美超推荐，很香，嗯，好香，好香。哦，是甜的，嗯。这个冰岛没有买。你好，冰岛。买了。嘿，夹刀香。觉得七个要再多骑十公里。很苦，他知道。离开鳗鱼工厂，我们要去吃中餐。阿强，前面有女高中生，快点！强哥冲出去了。强哥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吓到人家了！吓人家！可是这时间点会有女高中生？你要上学啊？
对，现在十一点了吧，病假半天。哦，哎、欸，那更需要你了，强哥，快点，哎、欸，可爱，哎、欸，可爱。围上围巾，腼腆害羞，你也太正式看了。而且我们两个一起开麦，只要偷瞄。哎呦天哪！很美的一条公路，150好大只哦。我觉得今天的夜晚太棒了。到了，我吃饭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家。宝继续上路，然后对身体又冷掉了，好冷。到了海湖馆，下雨，谢强哥。老板娘，一个卖多少？一颗卖五十米，那么贵？五十米，那你们卖一颗，我就可以去买五十颗。我们一群人看到吊桥哎，然后大家就很嗨，因为这样身体就会热起来。一直在下雨，我背心都是全部都雨水。我们现在来到竞艇场，有点嗨。绕圈赛，绕三圈才定胜。可以去压到一些，还是先不要做这件事。还要去看大家怎么下注。这是选手表，这是游戏规则，游戏规则。这个是电子的，然后里面有存钱。哎呀，就是这边有一个胜率的，然后就看我，我旁边就压之前的排名的第一名跟第二名，然后各压200。在这边领钱，有了，赚了200，花了300，赚了200，200，可以可以，好玩。现在是8度，下雨，因为有下雨，我觉得比早上下的不小，6度还低。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来，学乌鸦叫，学乌鸦叫什么诀窍？舌头下压，下压，喉咙向后缩，有像吗？现在真的下太大雨了，我们决定是正好好好的，我们决定上山去。我们到了下一个地方，要去借今天的闸。你
伺った時にボタン。真的很帅耶，这完全我的菜。你要买了吗？你这颜色很漂亮，漂亮的，我觉得颜色很漂亮。对，突然觉得应该来租车才对。受伤，受伤。带一万赞养。受伤带养。很多人这么突然，哇！哎，比我想象中的好。帮我打蛋，他会打蛋的，他会打蛋，我有厨师执照哎，真的。哇，很漂亮，谢谢。谢谢大妹，麻烦谭哥的，麻烦你。变冷落了，你是在躲妖在躲？我拍的，厉害！三个就两个，是吧？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点什么酒？清酒，烧酒。你为什么点烧酒？因为强哥叫我点的，多喝热的比较好。你等下为这道脱衣服。哇，冒烟。所以清酒喝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喝完就轻飘飘了。是。喝啊喝啊。会烫你就慢慢喝。没有，喜欢吗？不错哦。好好。还有老人味吗？好好妙哦。叫热的。就对啊，就是热的。蛮顺口的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可是听说是老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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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环湖一圈，环湖了 ，Go！ 嗨，嗨。I still think of you, I want you coming back.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staring at a photo. Don't forget the way you look me in the eyes.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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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的位置贴，你要贴脸上也可以吧？哎，贴完了，不可以贴在屏幕上。这个贴我拿回去。嗯。今天受不了。哎，谁弄？